三个蛋，打了三个蛋，然后这边呢是半锅滚水，放这个玻璃碗是加在这个锅上，然后底下不要碰到这个水，然后下去之后呢，你就这个 whisk 就开始打蛋，然后再来下白砂糖。这时候就可以请助手帮我打了，来，小姐。有瓶子的，我有瓶子哦。瓶子的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可爱的哎，帮我打蛋。可是我他不是很会打。不要这样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剪掉。然后你面打呢，你要用打的，拿起来要拿起来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快一点，看好，这样好。然后呢，把这牛奶要打出去。然后呢，接下来。是我们的太白粉，还有面粉，然后一起打进去，大力一点。这个呢也不用一直打啦，其实哈就放在这边，让它稍微大概30秒以后，我们再来打几下，30秒再来打几下，按那也开机。可是我是要让你练习呀、啊。一起打蛋。你看它凉了以后，对，就是 basically 就是蛋它已经就是熟了，可是我们一直在打，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些其实已经是 custard， 那现在我的 flavoring 是，这是有一点奶油，然后我掏假包，我没有用 vanilla seed， 我直接用 vanilla paste。啊哈啊哈。然后再把它打进的。你这边 vanilla bean 用哪里买 ？vanilla bean 啊，像小有，应该是那种 whole foods 有，那种贵，好像一两个就是贵。然后呢，把它倒到这个碗里面。等它稍微凉一点以后呢，保鲜膜要盖在这个上面，就是让它完全没有空隙，这样才不会有一个表面形成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。